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吧？我还是有点身体不舒服，我不想去了。你不要这样啊，爸妈都已经准备好饭在这等我们了。每次去你爸妈那儿，不是逼我吃这个，就是逼我吃那个，总是吃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他们也是为了你好。反正要去你去吧，我想回去了。冯玲玲，你不要以为怀了孕就可以想干嘛就干嘛，行不行？我告诉你，我可不吃这一套。你能不能别没事找事惹我生气呀？我说了我不想去。好啊，如果你觉得咱俩过不下去了，那就离婚吧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离婚。你能不能不要整天拿离婚来吓唬我啊？你知不知道我们都是成年人了，要为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、每一件事情都负责，你知道吗？好，我问你最后一次，你是不是决定好要离婚了？是。